取名少阳，便是望你年少扬名，可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。父亲，林家镇罪不至死，且小娘的死帮衬外人，坏我大事。父亲，孩儿自知成大事者当不拘小节，但林家镇是微臣，有必要吗？有必要。你知道你为何失败吗？就是因为你尚存一丝犹豫。父亲未曾让孩儿一定要赶尽杀绝。你竟敢忤逆我，今日为父便废你一身修为，你好好悔过，待日后真心知错方可修炼。废我修为，还不如杀了我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